老和尚携小和尚游方，途遇一条河，现一女子正想过河，却又不敢过。老和尚便主动背该女子趟过了河，然后放下女子，与小和尚继续赶路。小和尚不禁一路嘀咕：“师傅怎么了？竟敢背一女子过河？”一路走，一路想，最后终于忍不住了：“师傅，你犯戒了？怎么背了女人？” 老和尚摇头长叹道：“哎，我都早已放下了，你却还放不下。”